好，然后三 A 之后，我现在其实就开始录影了。然后你看这里就是好，我再低一点，不然就拍到我的肚子了。好，你们看到这里，我人脸蛮嗨，有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做的时候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神奇的事情。嗯，因为我需要双手，所以不好意思，这样后面听得到吗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例如说我按个，我觉得说这里很重要，就按个 Alt 加上 P， 哦，加上 P， 这里就很重要。B， 好，我们现在讲 Screencastify， 来，大家给我听好，就在讲这个东西呀、啊。然后如果觉得这箭头画很丑，很丑的话 ，Alt 加上 Z。哎呀，这就消掉了。那如果你画一画之后觉得这里很重要，然后画完之后你想要用叉子 Alt 加上 E Eraser， 这样就可以擦掉了，非常方便。好，然后这个东西最方便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所有的概念呢，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它是否有跟 Google 整合，可以用 Google 整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看到、哦、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我把它停止，然后把它停掉。好 ，End Recording。